我是公关的社长，那111年1月19号，耶、yeah, ！我买来回最贵的899，超值版的啊！啊，9:44首发的是绑票蛋，绑票蛋首发的是蓝皮结合号5899次，然后放了发车江南回线号台东，已经在第二月台中了。我刚刚因为在忙，所以3064次跑掉，啊，没人来得及，啊，没关系，我想那个嘛，咱们就明白就，黄聊站就这边报道的，嗯，啊，感谢支持，如果想那个嘛，咱们就明白就搞明白，感谢支持，就那拜拜。然后超感动啊，能够搭乘蓝皮结合带黄聊站，上次是那个蓝皮捕快，啊，这是蓝皮结合。然后我去的时候是一车，回来的时候是二车的，我有点不太远，但没关系，大家自己找位置。我下面马上很多都丢不了，一刚好有拿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